好的，现场的朋友，我希望还在左右两边还是后面的，可以往前面再靠近一点，因为今晚的派对已经开始了。没错。接下来这首歌曲，我们是写给我们自己最亲爱的家人。没错。不管你是写给自己的妈妈还是妈妈还是今晚，你们有没有知道今晚是什么节日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亲人？有没有带现场？有的话，今晚我们这位迷路人先祝现场各位朋友情人节快乐。 亲爱的朋友，双手接我一起拍手，Come on！ 神经存在着，把握你们的时间陪伴你们的家人，就是迷路了，别后悔。Go, like keep a party。谢谢。晚上好，我们是迷路。